时代队长泰妍向来是演艺圈著名的纸片人，身材娇小的她常被粉丝担心是不是过瘦。近日泰妍在自己的社群上晒出多张美照，只见泰妍身穿白色宽松长袖衬衫，外罩黑色带有彩色图案的紧身马甲，下身搭配黑色百褶短裙，加上舞台浓妆，充满了时尚前卫的气息。而另一套泰妍则是换上全白白色裙装，其中当泰妍伸开手臂时，过于纤细的修长手臂就让粉丝感受到现在的泰妍有多瘦，因引起了粉丝们的担心，纷纷留言回应，为了这次回归，泰妍瘦太多了吧，胳膊也太细了，感觉会折断似的，真的不能再瘦了，并向泰妍喊话要多吃一点啊。